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郑可平，今天我将乘搭 AA 的到马来西亚沙巴的 Kota Kinabalu， 我已经安排好了刺激好玩的旅程，想跟我一起体验好玩刺激的 Kota Kinabalu， 跟我一起走吧。预定后期座位是对的，我个子高，难得搭飞机时可以伸长双脚。这拉丝那么的超好吃，真的是一级棒。河粉口感很好，很有弹性，很 Q， 可能是水质的问题，跟我们那边的完全是不一样的。你们别以为来到 Kota Kinabalu 就只有爬山，其实这里还有很多刺激的活动哦。第一项活动就是惊险的急流泛舟，我们今天挑战的是九鲁河激流，长达15公里，是沙巴最长的川级河流。听说水势和水流的速度相当，我应该应付得来。好好玩，好刺激啊！不过我还是不累，下一次我要挑战高难度的。现在我们去 Zheng， 这里是沙巴滑索的最高点。我相信你们都有玩过滑索，不过要穿越河流的滑索，你们玩过吗？从这里要穿越河流需要320米，怕吗？我现在要去做准备了。哇，真的很高，虽然我没有惧高症，不过真的很远，这边有点蹦蹦跳的。来，准备好了，走。这是五星级的酒店 Sutra Harbor， 相信他的房间一定很大很舒适。我现在迫不及待的想进去享受一下，来吧。